Let's go。Yo， 大家好，我是 Terry， 今天我们继续科比的次世代生涯模式，看着他创造传奇。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IG， 随时和我交流。这两天的首打已经打到了45连胜了，下一场比赛是对篮网队，本世代总决赛的老对手。欧文和杜兰特的组合不用说，健康情况下是历史级别的二人组。现实中呢，杜兰特也打过季前赛了，虽然爆发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进攻感觉还在，期待新赛季篮网队的表现。全明星第一轮的投票也出炉了，科比排在西区第四，利拉德是西区第一，接近300万票，这个就离谱，不愧是 2K 的封面人物。但是科比的得票数如果放在东区是稳稳的东区票王，远超东区后卫第一的欧文，比东区前锋第一的杜兰特也高了几千票，可见西区人气王的竞争激烈程度。西区前场第一是小皇帝，居然也比利指导低了80万票。科比接下来呢，应该可以轻松超过库里，但是能不能超过哈登还真不清楚。本世代科比第一个赛季就是全明星赛队长，次世代贵为联盟得分王、抢断王，率队45连胜，这个投票真的是离谱。打篮网前，我特意把拦截者和持球抢断加到了紫徽章，看比赛中能不能多抢断欧文几个。我们马上开始和篮网队的比赛，他们现在也能排到东区第三名，和第一名的胜场差距非常小。我们的目标还是全胜结束赛季，所以不能有闪失，我们来吧。第一颗球，我们来背打欧文，科比有绝对的身高和力量上的优势。后仰跳投，第一颗球没有，第一颗球就投失了。防守欧文，给太多空间了，我就知道肯定能进啊。我们还是背打，还是背打，我不信了，科比背打不了欧文。再顶两下，后仰跳投，科比绿了，这就是科比。科比贴住欧文，我去，科比被欧文一个转身骗过，让他上篮成功了。呼叫挡拆，科比漂移中投，科比式的进攻，这个没有。科比持球给火花，漂亮的一次助攻，湖人领先5分。科比防守欧文，被一步过了，欧文传出去，这个欧文的组织能力太强了。所有人拉开，我们来个标志性的假转身突破篮下，哎，隔扣 Allen， 把 Allen 扣翻了。本世代的时候 Allen 就没少被科比隔扣，次世代还是一样。欧文控球，他们在打战术，杜兰特要接球没抢断成功，被皇帝卡住了。这欧文的火力真的很强啊。科比要马上回应一颗球，还是所有人拉开，假转身漂移中投，没有，投失了。霍华德篮板球，科比还是持球，呼叫一下挡拆，突篮下，咦，又把小乔丹扣飞了。本世代没有隔扣过小乔丹，我们次世代完成这个心愿。小乔丹成功变成全场第一号憨憨，他没有想过自己会被这样隔扣。科比没体力了，被打，双人包夹了，再要球，呼叫挡拆，马上开主宰了科比，哎，没防过来三分球，可以开双主宰了。湖人队领先11分，卢比奥防科比，科比突到篮下，哎，再来一次隔扣，这颗球科比已经平框了，这个弹跳太恐怖了。科比下场休息，第一节科比砍了23分，湖人队第二节依然领先10分。这个放远了，欧文是真的不能放啊，太准了。回应一颗，回应一颗球，能不能晃倒欧文？不吃晃，完全不吃晃。突篮下，哎，这场比赛扣爽了。欧文单打皇帝，
这个肯定打不了。科比的篮板球，转身，科比飘头绿了。科比到现在已经砍了30分了，继续单打。哇，又来包夹，又是男人最爱的防守，差点失误。篮网队的包夹很厉害了，科比突进来了，哎嘿，这次把杜兰特扣翻了，太爽了。杜兰特此生应该都没有这样被隔扣过，这个太残忍，太残忍。被扣之后，杜兰特久久不愿从地上爬起来，变成一个耍赖的二号憨憨。欧文三分球又进了，又是张手就来。科比不能让欧文打出手感来啊！哎，晃到欧文了，漂亮，咦，舒服了。脚踝终结者欧文这回被终结了脚踝。第三节科比上场了，已经砍到了45分。我去，出来混还是要还的，被杜兰特反隔扣了。休养了一年的杜兰特身体素质还是这么好。科比转身过掉欧文，突然下隔扣杜兰特，我再回敬你一个。科比现在砍了47分了，第三节应该能冲50。我靠，这什么传球。今天的科比前三节已经砍到49分了，有望破纪录吗？科比下场休息，第四节篮网追上来了，只差6分了。这篮网队有一点像打不死的小强，科比一下场又追上来了。科比杂耍式的运球，突然下重新领先8分。欧文想要单打科比，科比直接给他一记火锅，这个画面在真实赛场上出现过。湖人现在依然领先8分，科比已经砍到59分了，这个投篮不中，能不能得60分？科比急停中投，科比绿了，61分，牛逼！湖人重新领先10分，就这样保持下去，有可能砍70分。科比抢一下，我去！6次犯满下场了，我忘了刚才已经5次犯规了，现在只领先10分，还不保险，能赢吗？赢了，47连胜，队友给力。Great defense in that, Junior. Can you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how you were able to control the game on that end? Well, to me, defense is all about taking your matchup personally. And I'm not gonna let my man beat me. Nah, never. Simple as that.Does it matter who you're up against? No, why would it? Shoot, it don't matter. Look, I'm gonna play hard against whoever it is, be it LeBron, be it PG-13, whoever. Like, I'm going at you. 这场比赛科比砍了61分，本来有机会冲击70或者80分，没控制好犯规，持球抢断升级成紫徽章，依然没有办法抢断欧文，还6次犯规了。欧文的控球确实是牛逼。比赛之后呢，科比的全明星投票西区后场已经超越库里，升至第3名了。兄弟们，接下来全明星赛前的比赛我会手打得更认真点，还是可以希望拿到全明星的先发，但是超越利指导的可能性太小了，毕竟他比其他人都多出了100多万票。感谢兄弟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